我是毛德华，我在建德，我在建德逛街。现在天色有点晚了，我准备啊找个地方搞点晚饭吃一吃，吃完了再去逛下建德的夜市。这边啊好像吃饭的地方很少，我准备在这附近看一看。走，我在建德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里是建德，不吹也不黑。这边啊路被挡到了，感觉路的后面呢有吃饭的地方，看要怎么过去，这个有点技术难点过去。那个地方好像可以穿过去，我看到很多老友已经从那边穿过去了。好的，我也准备从那边穿过去，看里面有什么情况。走，进来了。这里啊有个鱼头馆，感觉人比较多，看下这附近有没有小点的店，随意搞点吃吃。往前走，看前面有没有。走，这里啊好像生意很好，感觉排队有点人多，那我就不进去了。前面这家好像生意比较惨淡，好的，我们就去这家吃下吧，因为啊去这里不用排队。一路忙噻，吃饭也吃要个家里嘛。吃完了，价格是85块，饮料5块钱，两个菜80块钱。我现在要撤退，离开建德，溜了溜了，我要溜了。